是我国元代的伟大戏剧家，他和当时的广大人民血肉相连，呼吸相通。他的剧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对黑暗统治的愤怒与反抗，鲜明地塑造了许多正直而善良的人民的形象，特别是妇女的光辉形象。他的作品几百年来一直为我国人民所喜爱，是我国宝贵的文学遗产。关汉卿一生写过66个杂剧，《望江亭》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而这个小寡妇儿在清当观里呢。是吗？是啊。嘿，好极了，咱们衙内见你他不是一天了。是啊，这要是给衙内送个信儿，咱们可是奇功一件。好啊，咱们走啊，走走，送信儿的，走走走走。快快坐下讲话呀。侄儿告辞。快快坐下。是是是。侄儿，你哪里来的这身荣耀啊？侄儿官拜潭州太守，今日夫人路过此地，特地前来看望姑母。这就好了。
即使城关传到此，何不见我那侄媳妇一同请到关中小作片时呢？你那侄媳妇，他已然亡故三年了。怎么讲？我那侄媳妇，他已跨河西去了。真是，真是红颜多薄命呐！有道是，男儿无妻心无志，你就该再娶一房才是啊！只是无有成心之意的人儿啊！看来也是有缘的了。姑母，此话何意呢？侄儿有所不知，本城有一少妇，名唤谭继儿，乃学士李希言之妻，不幸李学士亡故三年了，留下谭继儿一人，少年寡居，甚是可怜。此人聪明机智，才貌双全，你若得他为妻，真是缘分不浅呐！听姑母之言，这一女子，她倒有天仙之美呀。是啊，她如今正在后面替我抄写经卷，你呀，快到那里藏多一事，待我将他请了出来，你一看嘛，便明白了啊。果若如此，就请姑母代为提亲，侄儿得与淑女为配，终身不忘大恩也。我这就去啊。侄儿，稍使我先用言语试探于他，他若一用我啊，就咳嗽一声，一边出来与他相见，这亲事就算成了啊。侄儿遵命，快去。侄儿，侄儿，不是，我若是不咳嗽，你千万莫要出来呀。侄儿记下了，记下就好，快去。快去！徒儿快来！但愿菩萨保佑，成全他二人一双美满的姻缘呐！是不合适？快去请学士夫人到此歇息歇息吧。是。
人来了。师父，夫人二字实不敢当，就叫我谈几儿吧。那岂不太无礼了么？我乃苦命之人，一年来蒙师父怜念，亲从骨入，理应唤我的名字，才像是一家人呐。恭敬不日从命，我就不再称呼你夫人就是了。这便才是。请坐。师父请坐。有座。啊，父，继儿。师父，有劳你每日带我抄写经卷，我心中时时的不安呐。师父啊，怎么说来说去，尽说到迟家来了。哎，你不知迟家人的苦楚，像你这样多才多艺的绝色佳人，老身说句
府里的花儿，若叫卓氏问君，还愁有秦皇的司马相如么？Yeah!
贤良人士，现年27岁，金科会进，任潭州太守，只因亡妻去世3年，蒙姑母为媒，我与学士夫人谈及儿，永定不念之好。日后我若不幸，天知地也灭。你那姑母并不才与我做媒呀？怎么是我姑母还不曾提过此事吗？貌似我真正的该死，叫声痴言无状，请夫人莫怪。这是哪里血气的？Thank you.
不信，像这婚姻大事岂可勉强，小生告辞。且慢，我见君家至诚有礼，愿赠诗一首，以不负今日之福。夫人不见则已莫，三赠诗篇，小生甘不临教。臣乃多才之人，藏头诗啊，愿把春情寄落花，随风冉冉到天涯。君能识破凤兮句，岂复当归买酒家。横头此字，乃是愿随君去。夫人，此话当真么？是真便真，是假便假。夫人如此多情，小生要何时以手？请。你二人再次发愿明誓啊。方才错怪了你老人家，我只想赔礼了。哎呀呀，老身也能怪你呀。侄儿，从今以后你要好好的看待我这侄媳妇，老身也就放心了。侄儿得与夫人几次良缘，感恩非浅，自家骨肉不必如此，本堂在此陪伴姑母，怎奈亡命在身，不能久留，过后再来探望姑母。莫已用，请夫人一同上任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吉儿，
以老身之见，你二人既定不念之好，还是一同上任去吧。你早一日离开此地，也免得那杨衙内来纠缠于你呀。姑母，你我又成了亲眷了。这就好了，待老身帮助于你收拾收拾，你夫妻一同上任去吧。启禀大人，天时不早，请大人登舟赴任。你先回到官船，我去搜身，随后就挖到。夫人，遵命。拜别姑母。好。行安官到了。好，给我闯进去。走。好好好好。我们衙内管中无有过唐继儿啊。老头，听我告诉你说，赶紧的把唐继儿献出来，如若不然，你可知道我的厉害。从前倒有一过唐继儿，可惜他走了啊。走了？他上哪儿去了？随他丈夫一同上任去了。哎，他是一个少年的寡妇啊，他哪儿来的丈夫呢？哎，你听我说，汴梁国史中科场先才人，新人探州府奉诏吃地金，二人情谊重，相见日重逢，良缘是天定。关州花烛红，你呀来迟了我。好你个大胆的白世忠啊，我惦记谭继儿也不是一天了，尚未到手，怎么着你来了就给抢了走了吗？张千里万，有吩咐人意驾舟追赶，把他们俩人给我抓回来。衙内，我想那白世忠乃朝廷的命官，就是我们追上小人们也不敢动手，还是请衙内您的另想良策吧。朝廷的命官？是。官高自有官在上。这么着，明儿个进京面见我父，参他一本，管教他这个潭州的太守是命丧我手。下堂来了，请看。哦，带目看呐、啊。有劳夫人了，下官有礼了。下官，看看酒宴。齐备是。啊，夫人，备酒宴之事呢？近来八月中秋，
不忘怀了么？哎呀呀，不是夫人提起，莫道忘怀了。今晚与夫人同去赏月，不知意下如何？相公是好便好。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、啊？我跟你说了半天，你怎么还往里头闯啊？俺一定要见大人。不成不成，再一说，我家大人昨天晚上批了一夜的公文，今天一早升堂，刚刚的退了堂，你也得让他喘喘气儿啊。俺是前来投递公文。有公文，你投在号房，明天取回文也就是了。此乃紧急公文，那就拿来交给我。我要面呈大人。大人这个时候不能见。你未曾通报参军，我不见你。参见大人。少礼，你莫非与人家勒索门道不成？大人，他未曾向我勒索门袍。小人担心大人，您不是刚刚退了堂吗？你这一担心，岂不误了我的公事？还不与我退下。是。你不是李丞相府中的小尉李龙吗？正是小人。不在京城伺候丞相，来到探州做甚呐？奉李老丞相之命前来与大人下诗。大人请看。待我看来。杨衙内狼狈为奸，狂言奏甚，略为嫌弃，贪恋酒色，不理民情，荒代政务，勒索民财，以致怨女思妻，怨声载道，身上不查虚实，弄心震怒，以亲命杨衙内同知来人，其他行其酒的正案吧。大人，大人。好奸贼！今早多时开五万里，昆州县的上个人气，万岁不把下棋。
银两，明日生日也到。便做刀下之鬼，臣将我两难离。是啊，他那里风到门里。
下官了啊。相公，但放宽心，我会见机。
史中那美貌的谭静儿就是我的二房夫人了，我怎么会不乐呢？恭喜衙内，请衙内到里边用酒吧。嗯，好，您请。请衙内用酒。胡说，今天我是钦差大人，明天就是新任潭州的太守，你们要称呼我大人呢，怎么还是衙内？衙内叫声没完了。这我们叫衙内呀叫顺了嘴了，一时呢不好改口了。对了，混账。 是好改也得改，不好改也得改，往后再要是这么衙内的，每人四十板子。哎，是。哎，衙大人。衙大人，我还他妈的嘴大人呢。嘴大人，混账东西。大人您别生气了，您喝酒吧，您喝酒吧。声音呢？说的是啊。张谦呐，张，赶紧的把那卖鱼的女子给我带上来啊。是。眼熟的呀，哎，你是那个？我是张二顺之妻，张二嫂，买鱼为甚？大人，咱买过我们的鱼呀？哎，不错，有个张二顺。哎，可是你怎么会来到这潭州的地界了呢？达玉之人，四海为家呀。哎，有理，哎，有理。我说张二嫂，黑时半夜的，你为什么来到了望江亭呢？我们今日到了一位仙女
什么你还喊叫卖呀、啊？我若不高声叫卖，大人你如何听得见呐、啊？哦，看起来你真是个多情的人呐！哎，这条鱼你要卖多少钱呢？乃是奉见大人的意。怎么着，你是赠给我的？是。嘿，哎呀，好，收下收下吧。是，那个老爷我也要赏赏你。张谦，啊，拿银子来。对。老爷是赏给你的，来，拿着拿着拿着。哟，好一双的玉手啊，绣的直角。张二嫂，今儿个中秋佳节，你愿意陪着老爷我饮酒赏月吗？愿为大人把盏。哎，好好。大人，我把这鱼拿到船上做好了，请大人下酒吧。慢着，张二嫂这儿陪着我喝酒，就是山珍海味我也不用。这鱼呀、啊，拿走，明儿个再吃吧。是。喝呀！啊。张千里万，你们俩人到船上去吧。大爷，你有王命在身，这个酒还能把王命吹跑了？下去。是。张二嫂，坐下喝酒啊！哎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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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张二嫂，喝着，喝着。大人，今日可算一相逢知己。好个一相逢知己！来呀，喝着啊！来喝着。大人。楼下有人，有人的，我瞧瞧去。好了，带我前去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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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楼下无人。哦，没人呐，来呀，喝着，喝着，起义，喝着，喝着。
明月为题呀、啊。是。哎。爱我与大人们们。好吧。这喝酒还要作诗，这不要我当场出丑吗？他也不懂得诗文，坐吧。请大人作诗啊。哎，哎，哎呦，拿明月为题，这明月怎么题？这个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请大人念来。哎，我念你听听啊。月儿弯弯照楼台，楼高又怕摔下来。今日遇见张二嫂，给我送条大鱼来。哎呀，大人，真乃天下奇才。好好，给我满上满上，我喝啊，我喝。你真是是什么？一个美貌的佳人啊。哇嘿啊，这个张二嫂还真是送上门来的一朵鲜花啊。你啊，你别眼红了，这朵花啊，那咱们也就是看看。我看看，还是喝酒喝酒吧。嗯，喝喝。嗯，喝。又有钱又有势力，明儿个多给他点钱，叫他写张退婚的文约，那不就行了、啊？那个大人，若能协商手谕，就与我家丈夫退婚之事，或者能成呐？好，等着我给你写，我给你写。明日就是弹奏太守。
咱今儿弄到我手，说你做三房夫人，真是左用右抱，你全是多么大的乐啊！你要杀那博士中，又何为证？我有圣旨，你没瞧见过吧？不曾见过。我给你看。若是不变，我就不看。娘子，你别生气呀、啊，给你看一看。两河是中，九地阵法。娘子，你看完了没有？给我吧，快快收起吧。不但有圣旨，你看我还有尚方宝剑呢。哦，这就是尚方宝剑。对，尚方宝剑。好一把利剑呐！还先斩后奏啊！别嚼了，喝酒啊！但愿你我好事早成啊！好事早成。我们要白头到老。白头到老。明兰，明兰，哎，明兰，大人，大人，此次罪了，一人自此已醉倒，唯有奴家妻。Thank you.
大人被指煽反何罪？你贪恋酒色，不理民情，荒怠政务，勒索民财，以致怨声载道，圣上命本官缉拿，就地正法。如何回禀？圣旨卑职要公平杀罪，圣旨下万纳罪。月儿弯弯照楼台，不是不是圣旨啊！我的头，大人找找找找大人，大人圣旨啊！哪里来的阴词邪调啊？大人，圣旨呢？嗯，白世忠，圣旨现在船舱里面，取之不及，我有尚方宝剑，你抬头观看，分明是怕小刀的钢刀，哟，都变了小刀了，啊，你不要动我的圣旨呢，都，我方狂徒，胆敢假冒钦差来。击鼓升
貌清泰，又调戏民间妇女，扯散他们恩爱夫妻，还不与我招来。这个大人，下官伺候。好、啊。哎，我招。跪在了大堂前，是老爷听根源，只为谭继儿跟你结仇怨，进京见我父，定下巧计官，我父上金殿是谎言讲你参，圣上龙颜怒，降旨在殿前，领得上方见是急忙把路赶，先杀白太守，再夺女婵娟，今日事败落，是一切全玩完。叫他花供。是。花供。哎，是是。公招事实。哎，我想张二嫂好像谭继儿，莫非他夫妻二人定好了圈套，盗去我的圣旨宝剑吗？哎，我可得问问。启禀大人，想我来到此地，都为的是令正夫人谭继儿。事到如今，大人容我一见，死而无怨。吃苦。传话出去，夫人去看来了。启禀大人，夫人吃汤来了。有请，有请夫人。Oh,
两下内，暂且收紧，压了下去。好好。哎，我真倒霉呀、啊！无腿一趟。好。待我打奔进京，恳求李老丞相奏明圣上，继续冤枉。言得有理，朕答去。从来宋本乃水汉，化险为夷，处难关。满天朝云。尽消散，夫人舍之在天上。夫人，下官有礼了。你又来了。